你要去找欧尼？去找欧尼啦，欧尼，我们熟了见。我今天原本化了个美美的妆的，但是就是怕等一下过安检的时候就跟照片差太多了，毕竟整了容以后也没有去换身份证，所以就把眼睛给卸掉了。兔顶男孩的韩国之旅开始。欧尼，终于见到欧尼啦！哇，我们三个终于见面了。欧尼都要感动哭了。因为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开车过来的，你们也要冒着生命危险坐我那个车。小欧尼考完真的两个月没有见啦，跟欧尼聚久没见。欧尼要开车带我们去玩。你直接带我们去宏大吧，我们要表演夜飙车的欧尼。哇，看这时速，时速有500公里了吧？感觉比南航坐飞机好快。今天来的太晚，实在是订不到 Airbnb 了，只能来住酒店。好重啊，箱子。太幸福啦！最喜欢吃便利店食品了，我要吃一个杰克。哇，我最爱的便利店美食，咱们配吃这么好的东西吗？我觉得我们要再努力努力吃。我们现在不够吃，我也觉得，我们就闻一闻吧。来这个咖啡厅。哇，好大一个咖啡厅啊！终于到我们的 Airbnb 啦，我们今天租的是这种 loft， 然后下面是这样子的一个双层床。然后刚才我一进来就一直觉得怪怪的，你们看那个洗手间也是，我就一直觉得怪怪的，有种不知道什么样的感觉。然后刚才想起来，这不是监狱吗？这完完全全就是有种好像那种监牢的感觉。就连这地板看，哇、哦，而且这样子的地板他还不让我们穿鞋进来，他要求我们一定要脱鞋哦。然后我再看到欧尼穿这个衣服就跟这里很配啊。欧尼，你是犯了什么罪住进这里的？年龄欺诈罪。没有，大家来到韩国千万不要住这个 Airbnb， 老板娘态度巨差，而且就是那种连环炮似的，一直我们现在决定退了，就是我们刚才就宁愿退掉，然后亏了50都要走了，花钱来住好像受委屈的那种感觉，还要有愧于他，所以我们就现在搬走了。这个什么 party 大千万不要来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新来的这个 Airbnb。哇，然后这里还有个小小的可以在这里吃东西，超级美的这间房。哇，卫生间，然后有个小桌子。这里还有个小空间可以追剧。咱们要出门啦，快过来啊！我们两个也不知道去哪，好瞎逛。我们来到韩国的时尚指标东大门。嗨，那个也太高了，看不。今天腮红好像打得太重了，难怪刚才有好多人看着我。肯定想说这个化大浓妆的变态是谁吧？我们要吃路边摊啦。是哪个好呢？太丰盛了。哇，我们的烤串就这四串就要60块，这真的是太奢侈了。米肠，这是米肠。太好了。堪称大发，穿了一个机器人鞋，现在就走不了道了。鞋巨重，20斤。这真的好粗哦，好高啊。我的脚实在是受不了了，真的要死了。在韩国特别火的那种低卡果冻，好像才5卡。哎，都塔，我们现在来都塔。然后其实这些都不知道什么地方来的，欧尼带我们来的。
哇，韩国真的好多人穿短裤，他们真的不怕冷，好神奇哦。我跟你说这个很好吃，然后我们就一定要买来吃一吃。哇，就像中国的煎饼那种感觉。咱们真的是大胃王。我刚刚说咱们是不是野猪精？现在就是刚洗完澡，跟大家说这几天我们有多惨，就是完全没有出去玩过。现在洗完澡，我就化妆，赶紧化妆，然后去参加万圣节 party。我觉得你洗一个吧，洗一个。你站下去烫一下，就真是。要不然给你们干一干干净。现在就要准备出门了，今天眼睛看着怪怪的，可能戴了这个美瞳。太塞车了，所以我们现在选择走路走过去。好冷哦，今天。哇，咱们刚才散完步太饿了，就来吃好吃的。你把这个面粉蘸这里蘸一点，这个和肉这个得多蘸一点。好吃了，这个毛巾给你拿两个。对，他妈的够早哦。我们两个老年人不适合蹦迪的生活，还是乖乖回家看一下好了。回到家里以后呢，咱们要赶紧补好妆，准备工作。就是最近就是双十一，大家知道，双十一就是不能放过的一个，筹备好养老金的一个机会嘛。就为了以保愧疚，咱们昨天我就跟珊珊两个人狂卖巨多韩国的那种特产化妆品，然后打算送给大家。明天我们再去买多一点送给大家吧。就是不是说啊，只是单纯的这样子，然后不给先汇报给大家。工作完以后再见吧。明洞的小吃一条街，啊，都是好吃的。防弹少年团，嘿嘿。它是烫的耶。还没有咱们昨天从逍遥买的那个小熊饼干呢。刚才知道欧尼的弟弟要来嘛，然后就在克里欧化了个妆。我跟你们说，克莱欧的那个气垫还真的挺好用的呢。然后就化了个怎样的妆，现在去见欧尼的弟弟了。我两个都补了个妆，但是我只补了眼睛、嘴巴，没有什么。化了妆以后，这个才是真实的我。不过我今天化的这个妆还是有够快哦，五分钟都不知道有没有就化完了。这个底妆大概就上了30秒，因为也不好意思一直在那里不停的试用，然后就上了大概30秒。哇，我猜哇，哇，欧尼来姐，他们两个好努力哦。
지치는 꿈속에서 피울 수 없는 꽃을 키웠어.